了生命而爱情至今长跑8年，女方陪金宇彬度过生病低潮，外界都相当看好他们能走到结婚那一步。小两口爱的低调，不过每每放闪都能成为大众的焦点。金宇彬与好兄弟金基邦、李光洙、D.O. 都敬秀一同参与罗 PD 的实境节目《种豆得豆》，期间金宇彬、金基邦在讨论到把爱说出口这件事，金宇彬竟意外透露，很常对生命而说我爱你。金宇彬问金基邦，你跟儿子视讯的时候不是都会说我爱你吗？那你对姐姐也很常说我爱你吗？金基邦回答说自己很常说，并反问金宇彬，你也常常说吧？金宇彬则害羞表示我很常说。金基邦也透露金宇彬对于爱这个词不反感，就这样再度默默的放闪生命，而让人隔着荧幕都能感受到小两口的甜蜜呢。